我们又上鱼了，哇，又钓钓，也有个人性作用吧，来，现在我们再磕一下，比刚才那条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 今天晚上在家里面切的有点无聊，然后那个准备带压路机式的劳工，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长得特别帅，是比你帅。然后还有谈个跟这个，我们是当地的，也算是钓鱼的高手。今天晚上就跟你去钓鳗鱼啊。嗯。然后刚刚我们多吉多已经准备好了，那现在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咱们出发。好，走。可以。今天晚上。 钓这个鳗鱼就看要这个手撕掉啊，然后鱼竿给它放几个吧。嗯，现在我们来把鱼钩先给它绑一下，就可以开钓了。刚刚已经有口了，赶紧，我们现在赶紧把一下鱼钩。先下钩，然后再下竿，鱼竿就给它挂上鱼饵，就给它放着吧啊。布下天罗地网了。布下天罗地网。来来来来来，这里开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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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，这头龟头不小，这里收收收收，哇，进来来来来来。 上手，上手，可以，上手，上手，哎，喂，上好，上好，上好，不要让他爬了，哇，这么有劲，这么可以，来来来，上手，上手，快上，哇，真的可以，捡到，终于捡到，肯定有个人性作用吧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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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公斤了。看看我这个一竿也拉鱼的哦。你这个一竿也拉鱼的、哦。个头看起来还行。来，手没炒完，手没炒完了。还行，应该也有个一连心。哇，里面的有手感。哇，你看，哇。哇，你看，都没游戏。哇，这个该更大。超！来，超！喂，喂，你超好！别让他给打了。哇，你看，直接飞！我不敢飞，能飞吗？可以。来，超！喂，直接飞吧。能给他摆。等，我先放松一点。来，只要注意啊。我没有上鱼了，哇，又钓的，也有个人性作用吧。你直接前钓。哇，两条了、哦，垂钓竿比刚刚那条更大，你看，还行哦，都给大家洗了，可以，不错，两条了，今天晚上看能不能钓个10条8条的。你看我放松，连个钩还是比较好啊，口比较多。你们晚上干什么的？一条都没有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下午放的撸一口啊、哦，看看撸一能不能抓几条，走。哇，你看这个小鱼这么多的，随便抄你看都是鱼啊，起码几万条啊，你看。OK， 有没有？哎，挂住什么地方、啊？会不会被鱼给拉跑了？哇，你看，这个都给拉掉了。有没有看见鱼啊？没有。哇，肯定被鱼给拉跑了。估计，看来鲈鱼季要过了。完了，又空军了。完了，空军了。今天又亏多少钱？来，合计一下。100来回，但是钓到那些鳗鱼，钓了两条鳗鱼，还好，不亏。600鳗一个晚上，加几点？多3点了。这两条鱼你留着煮吧，留着你们家吃。今天虽然做那个钓鱼空军，但是我觉得钓这个鱼，钓鳗鱼的话，看来这边是有鳗鱼。但是基地那边断过了一条特别大，起码我估计有3斤以上，直接切线。对啊。你晚上输一盘，晚上我输一盘，对。那行，那过两天我过来再过来抓你。行，好。那我们先回去。那你们慢点啊。好，拜拜。好。刚刚我跟我那个朋友约好了，因为这个鳗鱼一般一钩是在晚上的时候，到时候我们就把鳗鱼带过来在这边放啊。今天虽然说只钓到2条，然后跑了可能几条吧，还算挺可以的啊。那我们就等过两天那个鳗鱼的带过来再说吧啊，再放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了，我们明天见啊。拜拜。